和面机系列。和面机是面食加工的主要设备，主要用于将面粉与水按一定比例混合制成面团，广泛适用于食堂、饭店及面食加工单位的面食加工机械，是替代手工、降低劳动强度、满足人民饮食卫生要求的理想设备，也可用于其他同类物料的搅拌混合。和面机一次和面量12.5公斤至150公斤，多种规格供你选择。最新研制的 HWY30型、 HWY504型、 HWY753型、1003型、125型、1502型和面机采用涡轮涡杆传动，结构紧凑，降低高度，密封好，噪音低，寿命长。电器控制部分通过控制按钮、交流接触器控制电机正转、反转、停止。漏电断路器起过载、短路、漏电保护作用，安全可靠。搅拌器采用我厂专利技术，新型端面密封结构，有效解决了困扰业内的和面机挤黑面难题，是老式和面机的升级换代产品。